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我呢是来自河北的职业二段马媛媛。我今天呢给大家介绍21届剑桥杯中国新人王的一个对局。我特别介绍一下我的搭档王磊八段，他是中国围棋女队的教练。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对局是李钦成三段执黑对于之莹四段的棋。好，我们现在开始摆一下啊，这个精彩对局啊。李钦成执黑星位。好，那么白棋呢是于之莹作为一个小目。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布局是非常流行的布局。对，而且这个呢，这是新人王决赛的第二局。第一局呢，这个于之莹赢了，这是第一局赢了的这个结果，可以说这个出乎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预料之外，因为这两个人都很有特点啊，而且很相像。你像李钦成呢是98年的，于之莹是97年的，年龄差不多。李钦成是三段，于之莹是四段，段位也差不多。而且他们呢都是这个新一代的年轻棋手里边的这个领军人物，可以说，对，媒体都说那个于之莹是天才女棋手。李钦成是天才少年，当天才碰到天才，对对对，我们看看棋会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他们这个年龄段里最优秀的这个代表棋手。我经常跟棋友们开玩笑，我说棋友们下棋前五步都跟九段跟高手下的一样，我们也都是这么下的哈。我们看看啊，六那边是那个。啊，对对，以我对他的了解，对对，他喜欢下星位，对，果然是女队教练比较了解。来，这个布局啊是，很有意思。这个布局呢，于之莹是执黑也这么下，执白也这么下。哦，就是黑白，他的意思是我拿黑也赢你，拿白也赢你。哦，我自岿然不动哈。是。那个王磊，那个王老师，我问一下，我记得咱们小时候下棋的时候，这个白棋好像都是要分头的，我感觉。对，这个是当年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九段委员五行的理论。对，他的理论比较有趣。他的理论是黑棋下这个布局就已经输了啊。是怎么输了呢？就是他就是说白棋只要这一分头平衡打破了他这个他的理论是啊，执黑一定要积极主动，换句话说就是要构筑成像这样的大模样进行作战，才能发挥这个先招效力。而你要守个无忧角呢，被人家一分头，这个模样就被打散了，好像。所以他说这样你就输了。当然，他这个说法很极端了。对对对。你比方说现在这个棋，现在很自由，发展到现在，哎，我不分头，我挂，让你加，让你构筑模样。但是现在黑棋呢，很多很多人也都不构筑模样。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下法和以前的一些围棋理论出入非常大，这可能也是一种进步吧。我觉得呢，现在的棋盘是越来越，好像越大了，越空了，不像过去我们下棋的时候，好像棋盘比较小哈、完全就是很对。但是呢，就是你说的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我观察啊，现在的棋呢，也有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在的棋更注重一个局部的计算，就经常啊。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在局部就掐起来了，要掐出个你死我活，掐出个胜负。以前的人呢，比较讲理，要理论上，我先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对这个棋要符合棋理，我才能下。现在不管那么多，怎么狠怎么招呼，对对，这个也说不上这是一种退步还是进步。这个我发现这个手弹的内涵现在变得是越来越宽泛了哈。好，我们继续白棋飞。飞角这样其实。比较均衡的拆一个，对，也很满意了。对，你这个本来分头这还挂不着，现在都挂了。先挂到了。对对对。这时候黑棋要再尖的话，那就白棋太开心。让白棋太开心了。你除非这个跟这个白棋关系特别好，有意让他一让，才这样下。否则的话，10个人有9个人都不会。都会加的。要这以前还流行过这个碰。我们要简单的摆一两个。哇，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这个碰变化特别。我今天主要就是给王老师出难题的。这个碰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变化。啊，简单的啊，简单的我还可以。简单的我也推荐啊，就我们这个，你像我这个成天在这个队里训练的人都搞不清楚，那各位棋友啊，可能也像我一样吧。我想啊，我们就讲。所以我们如果别人一旦来。跟你碰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对对对，你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下法：搬，他退，对，哎，你就压一个，哎，跟着他，这个好记，一个挨一个走，对，然后推进式，哎，搬，你就退，老老实实，
对，然后他跳，哎，你就长，给他一点实地，嗯，这个，然后他并，啊，然后你就接，这个定是够简单，也手术也不长，嗯、对，好记这个，嗯，这个定式你要说黑棋占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便宜呢，可能也没有。啊，最多呢就是他心情可能比较好，哎，我这个想下成这样，哎，就下成这样了。但是胜负还不在这儿，白棋也大可再脱先，再做别的地方。啊，如果别人碰的话，我推荐大家就这样慢慢算了。这个地方可能人家一敢碰你呢，他就有备而来。嗯嗯，王老师再辛苦一下，他搬完以后不是长吗？再给棋友再讲一个利的变化。好多棋友就是有时候会经常问我说利了以后。我怎么下？简单的也摆一下，就让大家掌握两个简单，别人碰上了以后我怎么办？这个我得小宝典，现场思考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队研究里边，好像没有人现在是这样下，但是我想他可能是尖，对，压好像你要压我就长，嗯，再压一下，再压我再长，你这个断点肯定得补，嗯，对，我想这个。嗯，职业高手里边不愿意立的原因啊，可能是眉目好像。对，一个是眉目，另外黑棋这一拐非常有力量，对，和无有角的配合很生动，二四五路，对，啊，这个间隔非常理想，对对对，是的，配置生动，这可能是白棋不立的原因，所以我还是推荐啊，大家这个还是别立，别人如果说来碰你的时候，你就扳完。啊，压一上压啊，去走势，把子这个下在外边，对 对, 对，这个比较好啊，这个思路啊，这个定式就能够理解啊，大家记住了就可以避免中这个碰的飞刀了，对对对，啊、下成这样，并接叉啊，然后你就可以这活了啊，这个断也不怕，嗯啊、对对对，就平衡这样、啊，对，这样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在实战当中，包括在网络上碰的这一手挺多见的，是，所以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两个变化，我觉得对棋友来讲一定是受益、嗯。只要大家记住，就不怕碰了、嗯。这个碰啊，这个在前些年那可是说逢飞必碰，而且都是对对对，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了。对对，哪怕这边是白棋的角，哎，我也碰上去、嗯，好像这一碰就能占到多大便宜似的啊。是这个。但是有时候是一个心情，好像碰是一个心情，是一个心情。但是现在这个也是风水也轮流转，现在你基本上实盘也找不到一个人碰的。哦、现在又变成什么了呢？实盘里边九盘都是加的。哦、现在这个加的变化的流行程度啊，和这个当年这个碰是一样的，有的一比啊、哦嗯，有的一比。咱们还是记最简单通俗的下法，我觉得、嗯、好。我们看看他们实战高手也跟我们一样，也是要下流行下法、嗯、哈。这个白棋进角，嗯，除了进角呢，就只有。这一手，嗯，这个形状，这一手是不能考虑的。对，就是被脚都抢到。你要哎、你要一跳，别人一尖，就相当于什么呢？别人尖的时候呢，你应该是赶快拆二做活。对。但是你往这个不痛不痒的地方跳了一个，对，这肯定是落空了。这个，嗯，这个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嗯、因为啊，一般来讲，别人加了你啊，就是肯定是希望你能进脚听招呼，然后我这一尖。嗯把你封进来，嗯，如果说你是喜欢实地的这个棋友啊啊、嗯，你也可以舒舒服服的把这个脚捞掉啊、哦。但是呢，也有一些棋友可能是喜欢外室啊、哦，不喜欢被别人一开始就封进去走那么厚，嗯，这样的棋友呢，我给大家推荐，靠一个的下法啊、哦。你有这一靠，你可以确保头肯定是不会被别人给封到里边的，嗯，你靠这个黑棋要搬。你就退。接下来呢，这个断和尖两点必得其一，必得其一。对 对, 对、别人可能黑棋可能是虎，这样你来尖，然后他的叉，这个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简明定式，差不多意思差不多。啊、啊，把简单的先记住。哎，对对对，嗯、这个我也是给现在像现在啊，嗯、我这个。我们平时在队里训练已经不太研究定式了啊，这个确实是记定式很辛苦，而且你记上好不容易记上一个这个大型定式，可能根本就没机会用啊，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高手现在下棋这个
对话都不是从定式对话，直接战斗对话。现在高手都是不讲定式了，不讲找不到这个。现在他老老实实跟着你下的。对对对，这个要感谢王老师。我觉得我今天很幸福，享受了这个国家女队的待遇哈。这不敢不敢。王老师亲自给我讲了这么多种定式。像这个李钦成和于志莹他们都非常强的，都非常，而且都在国家队。对对，平时也都是队友。对，那个于志莹这小鱼，去年我在团体赛当中有幸跟他下了一盘棋，小鱼的力量非常强，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下到中盘还可以，但是一会儿被他大力水手就瓦解掉，那棋非常强。小鱼呢，他平时啊，他这个对棋非常熟，他平时喜欢在网上下棋。我看有一个资料说下了两年下了3600多盘，3600盘、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对对对，我可能连他的这个1/1000对也不到。是是是、这个棋下的多了就熟练啊。对，这个呢，而且他本身的棋风啊就是喜欢战斗啊。对，这好像我听说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都喜欢，好像女性的思维感性思维嘛，她大概都比较直线、跟这个都有关系。就是有些时候不是那么讲理是吧？对对，因为感性思维嘛。一般的男棋手是理性思维。对对对 对, 对, 对，有这种说法。可能所以经常都看到这个我们队里面摆棋的时候，这个男棋手就对女棋手说，你这个棋力量太大了。是的，扑面而来的力量哈。是，好，我们继续看。小鱼儿，于志莹也是选择了这个小棋。于志莹这个前面咱们介绍过，他是黑棋白棋他都这么下。你看我自岿然不动哈，任凭对方就是变化。这也是一个当年的定式套路下法。对，非常流行，无论是这个中国还是韩国，无论这个是高段的还是低段的。对，而且我想着是不是现在这个在各位棋友当中也开始这么下了呢？这很普遍，在网上。是吗？是吗？因为您这个，我经常接触到很多棋友，接触的比较多，是吧？是。大家是带着很多问题，像是有关脚上的那两个定式，大家会很感谢的，因为一碰很多人不会下。好，白棋是走在他走在这儿以后呢，白棋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挂角，在这儿之前有一个挂角。哦，对对对，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换。它步伐非常快。应该是在飞这个的之前，对，先挂一个。对，寻求变化。然后这是套路下法。再这么下。对，好，这个时候呢，白棋呢选择着眼点是这儿，是好手，打入。这个地方啊，因为黑棋这个很厚啊，这个怎么着你都实地捞了，人家必然是厚了。对。在后市的背景下，如果你要再被人家这样跳起来太生动了，这个效率太高了，是你不能容忍的，所以你必须得趁这个别人空啊还没围起来之前，你先把它给破坏掉。要破空的角度，这局部是最好的选点。对，绝佳的一手，因为里外都可以下，而且要远离他后势。对对对，这照着棋理下是没有错的。对对对。好，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呢，他下的是我觉得这个棋可能会有棋友提问哈，我带他们提问哈，因为我相对了解棋友。那么这个棋按说争子现在黑棋很有利，为什么不下在这个地方？不是显得更宽吗？貌似两翼张开。这个也是怎么讲呢？这个用这个职业棋手的这个术语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手棋价值，就是说迟早要下的地方。就像你每天要吃饭一样，你就是你现在不吃，你过一会儿也得吃，那你还不如先把它给踏实了，安心了。也有道理。你比方，如果你要非要先撑一会儿，那带来的麻烦可能是什么呢？对，这个征子你被人家跑出来，那是很厉害的，那人家可能就光直接来了，引征给他头绪了哈。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被人家跟着人家纠缠，一会儿人家把这个跑出来，就要命了。对对。而你如果要再补的话，那你这个就亏了，等于你多花了一手棋。这就等于人家拆边的时候你碰一个，你碰上来，这显然对对，这个肯定不好。是的，像这种棋啊，这也是这也是这个，我想这也是高手啊跟这个我们棋友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有些时候你看着慢，看着缓，但是实际上呢，积蓄力量它是合理的，对对对，它确实是快的你这个有些时候你看着很快，一下子抢了一波大场，但是呢，确实慢的，因为一引征你不敢硬了。反倒慢过来了就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像这种有毛病的时候，没事儿干的时候就赶紧补一个这个时候你就是高手了想当高手的我们就这样想，这个没毛病，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先自省一下赶紧先补掉
会自省这个棋就厉害了。对对，或者类似您总结的非常好啊，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李沁臻肯定是高手啊，当然当然。像前不久这个在 RG 里边啊，他进了八强，哇，那非常强。我正好那个是带他们去的，那也是咱们 RG 的一个大胜啊，咱们中国是前八占了五个啊。也是大胜的一届。有一次我看媒体介绍他有一盘棋赢了那个当时的韩国第一人，就是朴槿桓。哎，对对对，你说这个韩国第一人我就知道了，他肯定是朴槿桓。他成名非常早了，已经等级分是韩国第一位。嗯，那非常强了。好，他走在这儿啊，这你这样讲我就理解了。我想棋友们也能理解，就是先补。你像高手下棋好像经常下后中先的棋，那我们很多棋友下棋，包括我哈，我这个也是，我感觉我经常下先中后的棋，好像这个棋我觉得就不如这种后中先有力量。是，这个也可以说是，无事自补啊，高手也啊。对对，好，这个无事自补，高手也哈，我又学了一句，今天我很学招啊。好，这个棋非常大，那么它现在是挂角。大飞挂，这个也是。现在这就是比较讲理的一步，对，为什么呢？大飞挂的含义啊，是要快速安定，快速生根。对对。现在你怎么着，你也得承认啊，这白棋这么多子，这边是归属于白棋的势力，这白棋的地盘。你要在这个地方，你非要来，想这个高效率的，可能白棋会马上这白棋哎必然会反击。对。那你人家这么多子儿，人家四个打你一个，你力量再大。也要吃亏，对对对，这步棋就是非常合理的啊，非常清楚这手棋啊，就是你看很普通的一手，其实他是想的很多的啊，就是怎么均衡啊，相互均衡。那个白棋实在是这样走的，对，这是必然的一手。这步棋，就是以我的看法啊，这步棋有点缓啊，缓吗？像这盘棋，小鱼儿回来，我们跟他也一块研究啊，研究过这个布局，就对这种局面啊，我的看法，现在白棋啊还是。根据刚才的理论，去加过来是吧？类似在你的这个势力范围要积极，加是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想法。对对对，这个这样跳，这样跳对黑棋的这个子的压迫力是最大的。你等于是紧紧的贴住，你要不走我就挡撞伤你这个子啊。这样跳呢，黑棋呢就不能轻易脱手。对，要么飞。你要飞进去，下法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就加这个。我把你搬进去，比如说按这种下法，这是一个定式啊。我们先这是一个定式，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定式哈。你吃，包吃，对，包吃反打比这个正着打厉害。以前的定式啊是要走这个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场合呢，我觉得还是退一个方。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个已经有个帮忙的了啊，有个帮忙的这边退虽然。薄一点，因为有个帮忙了，也不怕。对，配合。如果你要都吃呢，这个人家一恰吃啊。对，再被反打比较大。这个，如果你接这样被吃掉，太大了。对，地损的比较大，所以这个局面呢，因为这有个这个帮忙的子儿，那边也有帮忙的子儿，对，你可以那下相呼应强一点啊。对对对对。这样你走这个。然后。大概他必须要走这个。这个也可以走，这也可以脱先啊，但是现在很大哈。你也可以考虑这边，先攻他这个子。对对对。这个有这一手价值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如果说黑棋拖这个啊，这个我们可以也给来，我给简单棋友这个摆一下，介绍一下。这个局部，黑棋要处理有两种办法啊。如果想取地，就是拖是取地的想法。我来摆。再连扳这样，是吧？然后白棋吃，再来吃，好，粘上，然后白棋也粘上，黑棋断吃这个，对，白棋冲，白棋立下，立，黑棋挡，白棋拐一下，拐一下啊，把这边的味道全部都啊，对，然后走一走，这个，再冲一个，也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定式，两分的定式。也就是说，黑棋如果拖一个，就基本上会下成这个变化。一手棋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角获得。那么我们大家想想啊，这个把这个拖的这个地方子换成白的，那太大了。这个价值跟刚才出入就是完全不同，一个大角的出入。对，价值我看这起码得有30目。这个玉柱是很著名的哈，对对，能够玉柱上这个实控等于牢牢的把控了。这个力也很大，但是现在因为。
现在这个有那个扎钉，哎，不急了，我们现在。我觉得这个大小它是有顺序的啊，对对，这是第一顺序，这是第二顺序。是的，是的。对，如果是没事干，那我们下一步就要走这个啊，对。这个局面的配合呀，白棋比较好，因为，这边夹着它这个子，然后这边呼应，然后这边也拆着，同时还能限制黑棋这边模样的发展。对对对。就是这个白棋好像很生动，就是看上去每颗子都是相互协调的。哎，对，每个子之间都有配合。对对对，每个子之间一旦配合上，它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率。对对，就是这个，我是跟他们这个女孩讲啊，这个我现在是这个国家女队的教练，平时我们白棋，我向他们推荐，哎，这个要跳到这里。这个尖呢，是比较稳的下法。对对对，这是我们小鱼比较温柔的下法哈。那么当时比赛过后，你跟他研究，他觉得是走这儿比较好一些，是吧？这个大家研究觉得，主动一些。他没有明确表态啊。小鱼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这个棋手啊。对。他这个平时，训练也很刻苦。对对对。这我想这也是他这个能够取得好成绩的原因。这么一个原因嘛，你就像这个，这个剑桥杯新人王的冠军啊，这个获得可。不知道这个棋友知不知道，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嗯，好像那个马老师，您这个也是当年也是职业女棋手，对对，您从您的角度来给我们可以介绍介绍。我觉得原来你要说女子赛，比如说你获得一个冠军，全部都是女棋手的话，我觉得也已经是不容易了。嗯，要在男棋手、女棋手，而且现在我们是90后的一些男棋手是非常强的，90到98。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两年就会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小棋手，那么于志莹能在这个强手如林当中可以说脱颖而出，他一定是平常付出很多的。我能理解他这种难度啊。这个就是你又拿新人王来说吧，这都到21届了啊。这个21届就不要说这个于志莹获得冠军了啊，这个包括4强都是已经是没有过去创纪录了，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获得冠军是完全出乎我们大家的这个预料，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吧。像中国现在，这么久以来，在这个正式的翻棋比赛里边，女子，赢到男的获得冠军，这是没有过的。就是曾经就是。瑞乃威老师在韩，瑞老师对韩国简直就像这个神一样的。瑞老师是传奇，因为他当年是在韩国这个国手战中，对，赢了当年最厉害的这个两个吧，李昌镐、韩云玄、对对刘长赫三个人获得了韩国这个太强了，就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手战的冠军。对对，这个难度远远超过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这个一个程度，但是就是在中国，这已经是记录了。这个那个王老师，我记得好像。很多的新人王，就是前几届的新人王，他在他们这个成长过程中，获得新人王以后，渐渐的最后好像有几位变成了世界冠军，是的，是这样的哈。嗯，是的，是的。嗯，具体的名字我不是很清楚。周瑞阳，我记得他就得过不止一届，包括像古力，对，也得过不止一届。啊，就是真正的高手都是那拿一届不算数，我再拿一届来给你看看。哦。那就是说这个新人王是就是冠军的一个摇篮啊，也可以说就像鲤鱼跃龙门的那个龙门吧。对对对，好，我们期待将来的小鱼于志莹也能够，小鱼这个今天就跃了一个龙门。对对，希望他走得更远啊，这个，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好，实在是在这儿。对，这步棋是我印象中啊是古力最先发明的。当年我们还觉得这步棋有点这个不当不正的，这个棋这个拉着胯着，人家各种打入这个不如掐尔来的稳健。后来呢，经过这个他的自己的这个给我们这个讲解呀，我们也明白了他这个是啥意思。现在觉得他很有道理啊。那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棋我不怕你打入啊，他就盖住你，打入我就压住你，要取势的，要取势，对，很明确。这个棋形啊。也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挖不成不成立特别关键，跟争子有很大的关系。对，如果说你争子不利，打吃，他提，争子就是这个争子，能排一下啊，能排掉那幸福啊。如果说白棋这个能争掉黑棋的话，这个挖是成立的。对对，这个获利很大呀，这个黑棋太凝重了，这个棋形。决定这个。这个定是好坏的，这个白棋这个挖成不成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挖不成立，
那么这个打入就不成立了。嗯，如果挖成立才可以打入那个棋线啊。但是这个场合你看，嗯，这显然是争不掉，争不掉黑棋。好，我们来看这个棋形啊，看后头的进程。嗯，所以这个打入是不能成立的。那打入不能成立呢，那这步棋就比较有道理了。好，那白棋呢是走了一个这个，哎，它的这手跟这手它是呼应的。嗯，很有意思的一手。嗯，你打入不能成立。好，我听到了。嗯。就他就好，然后长他就取势啊，下面打入不能成立，他就上边请消，好压住啊，小飞，小飞对这个黑棋下的非常好，嗯，我们这样，我们看看，也请棋友呢，我们来猜一猜下一手，白棋的下一手呢，下的比较特别，也请所有的棋友来参与一下。白棋的小鱼的下一手，这一手没有，没有啊。白棋的下一手到底是下在哪里呢？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好，欢迎回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刚才棋友们一些想法。那么实战的白棋呢是下在这儿，对这个子进行进攻，不知道棋友也是不是这样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王老师，我记得有棋友就是研讨这盘棋的时候，说好像下在这儿，大家觉得不错。啊、这也是一步啊，你看一下，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对，这个、争头。完了，白棋下在这儿。啊，这就是把这个重点放在这儿了。但是就这盘棋而言，我觉得还是欠妥的，因为现在这个子比较薄。如果说黑棋这边厚了之后，它一旦跳出来之后，这两边以这个后势为背景，你这两个被断开要吃苦头的。白棋要比较难下。就是很多情况下，这个厚薄一定是优先于实地的。这个各位棋友一定注意，因为很简单，这厚薄是已经关系到我们这块棋的死活了。这生死的问题肯定是优先啊，是不是？对，在我们平时比较核心的那个，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那个金钱肯定是，那没有生命珍贵。对对，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左上角走棋还是方向对的，对，肯定很多棋友都想到了。但是像这步棋呢，其实我不是太推荐啊。你还是觉得哎对对玉柱跟刚才那个想法，这步棋更有这个更有风度一点，不是显得不是那么俗啊。这个这一手价值总是很大，同时对你这个造成这个攻击。这个尖顶呢，有点帮人家这个帮忙，友情帮忙的意思啊，帮人家逃出来，对对，自己脚里还薄，实在是这样，它长，白棋呢，是啊，白棋跳一，这是进攻的节奏，是，黑棋呢，这不行，黑棋这很有意思啊，这个白棋的说法是，对对对，我要攻击你，对对，但是黑棋好像就跟没看见似的，没事人似的，对，我还反过来要反攻你啊。这就是说明这两个人对这个局部的厚薄的判断也产生了差异，但是我看啊，这个局部，李新成判断是对的，这个地方黑棋厚。好，左手好。那个我当时觉得这个黑棋走在这儿，虽然是想寻求一些头绪，但是实在被白棋这样看，这样一走，他白棋正好一搭非常机敏，一搭以后黑棋很难下。实在他这个搭的意思啊，他是看到了这步棋之后产生了二路突过，对，作为小鱼儿他当时进攻的一个角度来看啊，他这步棋肯定还是含有这个继续进攻的意思，对对，如果你你比方说你随便搬一个，你这个二路突过，因为我这顶是先手，二路突过就没了，我就可以放手攻击你这俩，那这两个黑棋就非常危险了，非常危险，对啊，这是棋精啊，这是绝对不能丢，这步靠局部是好棋，局部好棋，这个局部的很机敏，战斗力小鱼这个还是挺强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李呢，这轻功也很厉害。要按常规都是搬啊、退啊，对对，他马上走在这儿，这也很机敏。我觉得像这个天才棋手是不一样哈。实战中，如果对方下出这种棋了，你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一拍脑袋啊，下到这儿来了。对对，完全超出了预想啊。那么如果白棋按常规走，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肯定是挡住，但是被人家一点就非常难下。这个他这个局部的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点如果你要搬的话，我因为这边有子，我这一断你这两个跟你形成杀气，你危险，对，因为这没子白棋黑棋是无理的，这有子是白棋无理，对，那意思你搬不能成立，对，那你就只有粘上，被他一搬，这一搬太难下了，难受了，
这个角刚才还是白的，现在呢就已经可能要变成黑，保不住了。对，这也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不赞成这种尖顶啊，这跟这前面咱们最开始讲的一样，后中先所谓的后中先，对，你好像一手先手就把脚站住了，但是过一会儿呢人家又把它抢回去了。对对，这个围棋的魅力就是来回变化的。对对，这就是围棋的魅力。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小鱼呢献出了大力随手的这个风范，强行搬出啊，展示力量哈，这也是不甘这个示弱的一种方式吧。对对对对，这是一种非常个性的表现。这棋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黑棋这也是没有办法了，黑棋对形成了一个转换，对，冲下去。好，我们再看，转下去，白棋呢，这是必须挡，就不用看哈，黑棋拐，进角，对，这个战斗的很激烈，对，好，他连扳，黑棋扳。李新成，我估计啊，我要他是不是有这想不占屈人的想法？想着我这个，你比方说等级分来看，那两人差好几百分，不在一个档次的啊。所以说他这个被迫在这儿展开战斗啊，我觉得他是不是也不是很开心？嗯，对，像这个跟他的初衷可能不相符。他原来不想战斗的，哎，对对对，但是高手嘛，你总是不占屈人比较好。对对，但是小鱼把他还是比较生猛，对，导向一个小鱼比较熟悉的这种情境了哈。这连扳，这很都非常紧凑。对，接被迫接上，接上白棋呢也接上，黑棋虎过。对，这个感觉这个地方。李清晨很委屈的样子，我感觉被他一扳，你看十三白棋一扳，白棋把这个扳，对，好像局部而言，看着是白棋成功，黑棋应该是亏了吧？要我们用守格的方法，等于那个时候黑棋碰了一下，白棋猜二，黑棋去碰了一下，局部而言是白棋成功，对，我觉得这个战役应该是小鱼就是打响了第一战哈，对对对，这个局部还是不错的。比赛之前我就跟小鱼就说，你这个棋。放开下就行了，因为像比赛之前他也不停地跟我们念叨，对对对，这个我的目标就赢一盘，我的目标就赢一盘，所以当他第一盘获胜之后啊，其实他已经就完成目标了，所以他后边下得很放松。你说这个局部这么猛啊，这也是他这个心态比较放松的一种体现啊。啊，就是在小鱼的这三盘棋当中，嗯，王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他哈，不断的给他是的是的给他打气啊，非常重要。嗯，好，这个非常大，就是应该是这盘棋目前最后一个大场。对对，白棋这跳也是啊，像这种形状，只要这边是势力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当定式来背。对对对，这个跳99%都是好棋。对，要把棋舒展开来。这你只有这一跳之后，你这边才能形成配合。对啊。好，我觉得黑棋下到这一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黑棋是有想法的，因为目前他可能自己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把棋下的张力这么大的话，他可能觉得如果不这么围的话，是不是很危险啊？现在那这么围，我估计这盘棋，对，估计是不好赢。这个啊、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后势，你像如果这个黑棋很厚啊，对，后势。绝对是不能用来围控的，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定式规律，规律来背，就是像那个地球的引力一样啊，这个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后势什么时候一围控，那它就肯定这期就要输了，它这个效率会非常非常的低。对对，后势就是用来攻击，对，要在攻击之中把目围起来。对，像这步棋最大效率的扩张这一块，对，这是显然是不错。就局部而言，这步棋是好棋。有时候面对这个后势的时候，很多棋友不会选择。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我理解了，就是说面对后势，你就要想尽办法把它撑大变胖，胖起来要攻击，还要用来进攻，还有张力，这棋下的要这种是自己下的没点空啊，那是赢不了棋的，这是棋理啊，要把这些基本棋理要那个。这个白棋显然不能拖了一下，给黑棋都成空啊，对，这个拖一手，这个拖是著名的适应手，著名的适应手，对对。这个黑棋因为现在觉得可能是上面亏了一点点，但其实啊上面亏的有限吗？我觉得太有限了上面，因为你说的这个碰亏啊，它这还有顶的味道，对，这个局部它一打也可以把脚拿下啊，这两个字也在嘴里，所以上面其实亏的很有限。但是同样啊，因为是他把这视为后势，如果这个时候给白棋留个活角，那他肯定是觉得心里面不太痛快的啊，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对也要攻击，用后势进来攻击。我觉得每步棋其实是有情绪的，你像这几手，这就体现了这个
棋的情绪，一个是我尽量的为大，要体现张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贯彻我的思路，我坚决进攻啊，就是给白棋一个信号啊。那么白棋实战呢是掉了一个啊，对，这个人家的这个意图很明显了啊，对，要打算要动手了，所以你也不能太过分啊，对，掉一个，这个选点也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他可所谓是可进可退啊，他这个退哎啊可以联络形成好形，进再来。啊、哦，再来一下子再进来，这就比直接打入显得要、啊、对对要有 有艺术性、对对 对, 对，要这个讲理多了，可进可退，留有余地。是，黑棋尖出来，这个也是一个贯彻进攻的想法。小尖无恶手，就是不会下手就小尖吧。而且还有对吧？还有敌之要点及我之要点。对对对，这个被白棋封住那是非常大的不能忍受的哈。然后他再进，哎，这个小人下得很好，这个节奏感，调子啊，先进，然后再退，然后哎再进，这个节奏感，几步曲的感觉啊，就像跳舞一样，对对，这很好。实战小菜一，黑棋，这个搜根，你要不走，被人家一扳，一扳，快活了都，对，活得很灿烂了要，要点，对，好棋，白棋一尖顶的时候，这不当初拖的便宜就体现出来了，黑棋，如果这两步拿掉。那黑棋一秒钟也不用，就是、对，马上就走这儿了，绝对不会去往下立的。是的，是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两步交换，那黑棋现在就只能选择下立，因为你要上场被人家一扳，有眼位，这个也有目数，对、这个黑棋不能忍受的。我觉得要棋友呢要想体会围棋的妙处，就是多用适应手。对。要多用适应手吧。有道理。对。这个适应手经常会让你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收益啊，对，妙处。你可能这个局部一拖，我没想着要占到什么便宜。对。但是几番回合下来之后呢，你要发现它的味道出来了。对对，这个有很大的收获在。对对，学会适应手是掌棋的第一步，是要去体会一下啊。好，看看白棋，白棋小尖，小尖，小尖啊，这个结构也很有意思啊，是对称的一个形状。我觉得小鱼的棋呢，虽然有力气，但同时它进攻也是很厉害的。你看。这些棋下的很虽然很松散，但是它其实是连接的非常好。而且从全局来看，黑棋这个大本营被破之后啊，我这个也得替李清城着急了。这个棋，他这个实控在哪儿呢？对，是，白棋这个控、这个控、这个控都很多。对，白棋围得很扎实。你先把控捞到。到现在为止，这个小鱼的表现，我觉得可以打100分。对，很从容，下的都很好。对对，非常好。好，我们继续看黑棋。这不是。这里对试了一下，对对适应手，这手局这也是一种适应手的手法。对，但是我揣测他这个啊吃，对打吃，他可能他应该是先打这个了吧？啊，对，实在是先把你打中了。他没有先打，啊没有先打，他走了这个，他先打这个，对他比较稳妥，因为白棋觉得还是比较优的，看你黑棋怎么办。是的，我揣测现在李先生这步断应该是瞄着对呼应攻击他这块，对对对这块棋，因为现在。别的地方白棋都很好了，只有这地方可能会有点薄位。黑棋连下了两个好手。嗯，我觉得这个看似很平淡，但是非常有想法。你看，又搜根又捞木，一子两用，这个棋下得好。这是在围点木。对，但是同时也是有点去除眼位的含义。对对对，这要被白棋靠一靠，可能白棋会出眼。这个时候这手棋，王老师，你看他突然间走在这儿的是。他是走后呢，还是因为现在我的理解，主战场应该是在那边。黑棋有没有先动手的那个意思？我这个我想啊，他现在这个棋啊，所谓这个棋长二尺，五眼四合，这个没有两尺也有一尺八了。对，你想直接攻他可能很难。啊，这应该是一种积蓄力量吧。我们理解为高手要积蓄力量哈。要是我们下呢，可能会下到什么类似这样，或者怎么样去动一下，可能不见得好哈。变化全走光了，吃不掉就完了。有道理。你先不走，先积蓄一些力量。如果对方补了的话，你再去捞个官子，你有便宜，局面就缓和下来了。这样。如果不补，你积蓄这个力量再动手就有把握多了。对，因为白棋也不知道怎么下哈，白棋也是在寻求。白棋打，他就打吃了。这个对，是的，是的。这个不能给人家提了，对呀。好的，这种提你看都是不能忍受的。对，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进程哈，后头越下越激烈，贴出来，贴出来是吧？好，他打吃，打吃，对，拔掉，拔掉，他又马上这种打不要犹豫，对，接上。是白棋没有劫财，对，接上。好了，黑棋就开始发力了。黑棋攻击这个，对对，走了一个这个，啊，对，非常好。白棋也必须跳，白棋必须跳出来。
好，黑棋呢？逃跑的时候多用跳，跑得快。对这个，对。哦，这步棋回撤功力很深呐、啊。对，要把木捞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不走，白棋这一靠，有味道。眼味出来了。对。这步棋不但有个五目棋儿，还列出了眼。现在白棋这一点一子两用。白棋走这个。白棋跳。好，完了，紧接着呢？但是这条大龙也基本上你得放弃了。好，白棋，黑棋又忙里偷闲搬了一个。啊，这是收官。对，进入收官。这是黑棋的权利。对，这种先手是不能丢的。嗯。那么紧接着呢，黑棋又开始就是开始。这个也很大，如果是收官的话，实在是这个吧。走，哎，这个。哦、我觉得李青城就是对收官要定型收官的时候，这种二路尖可都是要赶紧抢的。双仙关子。双仙关子。双仙六目。啊，双仙六目。这步棋好，他又紧接着在这个地方断过了，交换了一手。断对，只有拐。对，那么又长。啊，这这木又捞到，捞木。走官子，看来这个李青城也不着急不着慌，就是有条不紊。虽然第一盘输了，这个对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但是他仍然没急，这也是一个优秀棋手的必备数字。对，你这个无论形势如何，你什么你这个还是得照棋下。对，你要着急可能会输得更快。好，实战白棋呢，看到黑棋猛抢关子，白棋也抢，这个巨大。这步棋我感觉这个有问题啊，因为黑棋啊，这个子，其实无形之中对这块棋都是产生了压力的啊。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无动于衷了，这个棋，这步棋，我看他应该补一个大概，把这块棋补后。对，这个好棋，马上有冲断啊，把这块棋补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形势啊，判断一下形势。黑棋这块棋，一十十五二十五，三十目棋的样子。这块棋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二七二八二九，也有近三十目棋。六十。这块棋潜力。五六七八，这块棋十目棋不到。啊，也就差不多七十不到一点吧，差不多七十六吧，算到七十六。对。现在白棋呢，这个先尖一下你，大概你只有防守了。对。啊，你防守，我再把那个接上。白棋呢，上面是。五十、二十、二十一、二三，这都这两个必得七一，二十五、三十、三一、三十二、三十三、四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就这样，黑棋白棋也有六十目棋，啊，这样应该还是一盘官子胜负。啊，关键把将来集中在那儿，在那儿的处理。这是一盘，而且这个地方黑棋这个空还是有点薄位。啊，有点薄位。对对。好，我们这个他实在接了。于志阳可能。忽略了李青城这个隐忍了这么久，积蓄了这么久的这个爆发的力量。对，这个间断非常厉害。这个当黑棋一间断的时候，你这些什么先手就都来不及了。对，啊，这个咔嚓一断，又被攻上了。等于黑棋开始发力了。黑棋当中，黑棋开始发力了。这个积蓄的力量，对，这个积蓄的力量就全都发挥作用了。这个棋啊，如果要说输了的话，白棋那个粘。可能就是败招。对对，太缓了，是吧？脱离主战场。不是太缓了，这就过于积极了。过于积极了。对啊，他忽略了自己这个。我们前面就说过啊，这个厚薄，死活。正在转换中。这个肯定是优先于木数的。你抢木的时候不能不顾这个自己的死活。好，他就把这个抢出来，他要把那儿处理。这是打了一下吧？没打，他后来打。白棋呢？现在黑棋在攻击这个时候啊，这个目数也走了。白棋走那儿了，可能偷吃。对对，他拐。拐一个，走定一种定型呢？还是盯着你这个大龙。对，白棋被迫这样出来。这个大师俗手啊，这两个就危险。情急之下的选择，要被他连续欺负了，这一扳好难受。这个难受。让我都感，我们都感觉到啊，这棋的难受了。全是长了吧？对，实在长，全部变薄了。对。黑棋这个都是有木的，而且同时这又产生断了，这两个也断开了。对对。这种出入可是很大很大。不是，后来又在那边虎了一下。这个。抢木，这要不然被人家兜进去了。对，后来黑棋加一个。哦，白加这个顶一个，白棋顶。这就是说一个在抢木，一个在说你不补我就要动手了。对对。他顶了一个，就是。那这个黑棋肯定要动手。看起来的力量大，他马上动手了。没有，他没有，不是吧？没有。他这应该是冲过来。啊，对对对。这个冲过来，这个形状，也非常舒服啊。对对，是白棋成裂形了啊。我们对局之中还是要尽量避免被别人实战呢是马上白棋又那个
白棋拐。拐白棋。白棋跳跳点。啊跳点。啊做眼。对。但是现在跳点在这儿。啊跳点在这儿。啊他走这儿。啊。又挤挤打。这都是先手。对。这白棋看起来。这个好像胜负都全部集中到这儿了。也没有眼位啊。对。白棋。而且目数还亏了很多。这只能粘上了。对完了他又。他捞到目了。全部都捞到他扑了一个是吧对实在扑了一个这个的意思很简单如果你要提我冲吃先手死掉了一个也没有对他提掉这个我们摆的稍微慢一点啊这是大龙死活非常重要三分钟好来继续打吃打吃打吃以后呢哦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粘上的话白棋这地方有恰打对这没有子儿一提对如果粘上的话实在开始求活了白棋有恰打他求活但是损木了这样搭了一个靠对他拔掉拔掉嗯那就妥协了看来是对对现在黑棋捞了不少木、白棋这地方活了但是这俩没了嗯对对立一个还是跳一个嗯他实在是他没跳了一个实在是跳一个是先手啊他实在跳了这一这提一个这也是先手对对都是先手 然后应该是立这个吧后来就是关头吧目前对后来都爬到了完全进入了这种这个中小这一立黑棋这个攻击可是收获非常大呀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胜负就实在就是这样走的这个基本上胜负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了我觉得胜负基本上已经确定现在我们从这个当初被黑棋刺断来看这个变成黑的了对白棋这吃了一点这两个本身的转换黑棋已经占便宜了黑棋最主要的便宜就是在这里对现在这个地方黑棋要这都是木走一手啊对都是木全是黑棋都快这个都有二十目以上对对二十目以上我走一手就能得二十目那你破一手呢还破不掉对也就是说白棋黑棋这个看似没什么用的这些子全部成木可能本身就有十几目价对对啊我当时看的网评是下到这儿黑棋基本上盘面十五目哦十五目我估计感觉上可能也差不太多可能为什么这个太厚了哈对这个黑棋掌控的地方太多你比方白棋后来是白棋又飞了一个对对对后来又后来即便你飞了一个我这地方还有目数对都被黑头而当初想大家可以想象当初如果白棋这个没被断开的话这步棋都不用飞对他也没有目的就也没有目是的是的然后应该是黑棋一断吧后来这三个也吃来了对啊全部落袋为安了嗯另外很多后头的定型全部走到他在走这个之前还搬先搬先搬了打是吧这个每个木都不能够让的这个木这个关子都是刮出来的我觉得要学会刮关子一点点刮这个就是被人家在刮关子很痛啊对后来就是下到这儿基本上就是胜负已定了哦这个是主要是输在这个街上了对如果要能够在这儿补的话应该这盘棋还是这盘棋其实白棋还是挺优的因为现在黑棋所有的优势就是在这里黑棋现在要说领先的话的目主要是领先在这个尖冲出来一段本来这地方是谁都没目的属于是公共地带对现在突然间就全都变成黑棋对对对这盘棋下得非常精彩这盘棋小鱼儿其实我觉得他也发挥了他的水平了这个像这个因为这一步粘而导致这盘棋的失败了也是有点这个也是有点运气不太好的对因为这种间断接下来会这么惨估计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个王老师那这盘棋要么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好那这盘棋就讲到这儿欢迎棋友的收看我们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